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，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。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，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，还想着创造你的宇宙，但现在已